子陪你学轮滑。推步一即初级滑行，推步一可以让我们更好的学习以后的基础动作。原地动作，我们先保持站立姿势，并做原地踏步练习。稳定之后，每次踏步微微向前踏出，反复练习可向前滑行。动作要领：上身保持平衡，双手手心向下放松，膝盖弯曲，微微弯腰抬头，脚踩正刃，呈 V 字形或八字步前踏。当发现重心不稳，可停下并做好 V 字站立后重新启动，反复练习。踏步过程中以正刃为主，尽量不要过度以内刃或外刃进行踏步，同时踏步过程中后跟距离不宜过开，保持在一拳头左右，脚尖稍微分开。为避免两脚过开，可在练习时在地上摆两排桩踏步滑行走过。